好，我们现在进入9:3分式的加减法。在这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分式的加减法，我要把它分母变一样，我才能够加减。可是这个 x 减一跟一减 x 是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看这边它都是 x 减一，它分母都是 x 减一，所以我把我的这个 x 减一呢，我把 x 减一呢，我变成减。x 减一，OK，它是一样的东西的，就是我的 a 减 b 等于减 b 减 a，所以它这个就会变成2x 加3和 x 减一减 x 加2，然后 x 减一，所以它变成 2x 加3减 x 减2除 x 减一，我这一边这样，所以 2x 减 x 增加 x。加一 over x 减一，所以它答案是 C，OK，所以第一题是 C，正确的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做第二题，它要我们求这一个跟这一个之和，OK，这一个跟这一个之和，就是说这两个加上来啊，OK，所以我的这一个。要加这一个，哦，这一个其实就要看你的公式的基础强不强。你公式的基础很强的话呢，这一题其实很简单。你在这边这个加，你这一个分母要变一样，它少了 a 加 b，所以我这个也乘 a 加 b，它变成 a 加 b 的 square，它少了 a 减 b，然后这个会变成 a 减 b 的 square。所以它会变成 a square 减 2ab，然后再加 b square 加 a square 加 2ab 加 b square，然后它的分母是 a 加 b a 减 b，OK，它分母是 a 加 b a 减 b，a 加 b a 减 b，然后我的这一边呢，你的这个减，所以它变成 2a square 加 2b square。over a 加 b，然后 a 减 b，所以我把2抽出来，a square 加 b square，然后 a 加 b a 减 b，a 加 b a 减 b，二 a square 加 b square a 加 b a 减 b，a 加 b a 减 b，a 加 b a 减 b 其实也就是那个 a square 减 b square，OK，所以它答案是 E，所以第二题的答案是 E，正确。接着我们再来做第三题，还有我们化简这一个，化简这一个。这一边是这样。m 减 m，m 减 n，它的分母不一样。我要把这个变成减 m 减 m，所以它会变成 m square per m 减 m 减 m square per m 减 m，所以它是 m square 减 m square per m 减 m，所以它会变成 m 加 m 减 m over 分母是 m 减 m，然后 m 减 m 跟 m 减 m 可以约，所以它剩下的是 m 加 m，答案是 D，第三题是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做第四题，它要我们化简这一个。它的这一个的分母呢，它少掉了 z，所以它是 z，x 加 y，xyz。这个乘 z，这个乘 x 加 x y 减 z，x y z 减这个少掉 y z 加 x，分母都是 x y z，所以它这一边这样
乘，整个减 y 乘，所以它会变成 xz 加 yz 加 xy 减 xz 减 yz 减 xy，它的分母是 xyz，它的分母是 xyz，xyz，然后 xz 减 xz 没有了。yz 减 yz 没有了，xz 减 xz 没有了，所以它零 over xyz，所以它答案等于零，b。哦，我都这样做，然后最后答案是 b 零。哇，他读懂了，那考官出题的时候是吧，他就设计到很美，这样直接哇做了一大堆零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看第五题这一边，它这个 x square 减 y square，y square 减 x square，所以我把它变成 2x per x square 减 y square，我把这个变成减 x square 减 y square，它就变成减 2y x square 减 y square，所以它变成 2x 减 2y，然后它是 x 加 y，x 减 y。然后它就会变成二抽出来，x 减 y，OK，然后它这一个是 x 加 y，然后 x 减 y，所以 x 减 y 跟 x 减 y 变，所以它会变成二倍 x 加 y，二倍 x 加 y，一，二倍 x 加 y，然后第五题是一，对，正确，好。再来，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六题这一边，OK，它也是让我们化简它，OK，它的分母，这一个它是，它就变成二括弧 x 减三，然后它就变成 x 减三，二 x 加一。它的分母就变一样了，加七，per x 减三，二 x 加一，所以它会变成二 x 减六加七，然后 x 减三，二 x 加一，所以它会变成二 x 加一 over x 减三，二 x 加一，然后在这一边越，所以它就变成一 per x 减三，所以答案是 A。第六题是 A，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七题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这个，它要我们，它告诉我 x 乘 y 会是等于 e，所以我的这一个它的分母一样。对，我让它的分母一样，这个我乘 x 加 e，这个我乘 y 加 e，所以它就会变成 xy 加 x 加 xy 加 y，然后它的那个分子的部分呢，是 x 加 e 乘 y 加 e。所以它这一个 x 加 e 乘 y 加 e，它就变成 xy 加 x 加 y 加 e，所以在这一边它这个是 e 加 e 哦，OK，所以它在这边 e 加 e，哦，所以它的这一边题目告诉我，它的 xy 是等于 e。xy 是 e，xy 是 e，xy 是 e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e 加 x 加 e 再加 y over e 加 x 加 y 加 e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2加 x 加 y，它分母也是2加 x 加 y，它一模一样，越简。然后答案是 e。第七题的答案是 C，D。好，第八题在这一边。
它的100x 加100y 等于这一个等于8，x 加 y 等于2，所以 xy 等于多少？我就从它的100x 加100y 等于8的时候，我的分母这边乘 y，这个乘 x，所以它会变成了 y 加 x over xy 等于8。然后他告诉我，y 加 x，也就是 x 加 y 是等于2的时候，这样我就有二本 xy 等于8，所以我的这一个2等于 8xy，所以我的 xy 等于二本8等于140，所以我的 xy 等于140 d。OK，所以第八题是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九题，它的这一个四一，这个少了四，那这个少了 h，所以这一个我要乘 h，这一个我要乘二，所以它就会变成24四括弧 h 加一，然后四一 h 减 h 括弧四加一，四一 h。所以它在这一边这样乘进去，乘进去，乘着减，所以它就变成四 h 加四减四 h 减一 h over 四一 h，所以它就变成四减一 h over 四一 h，四减一 h over 四一 h，答案是 A。OK，我的四 h 减四 h 就没有了。所以第九题是 A，对，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十题，还要我们化简这一个，它的分母的部分呢，我把这一个变成 a square 减十六，简括弧 a square 减十六。所以它会变成 a 本 a square 减十六，减减变成加 a 减八 a square 减十六，所以它会变成二 a 减八，然后 a 加四 a 减四，十六你把它想象成是四 square，然后把二抽出来 a 减四 a 加四，然后 a 减四，所以它变成二 a 加四。因为我这边这个可以约出来，所以二 over a 加四，d 第十题是 d。好，来接着第十一题的这一边，他告诉我 xy over x 加 y 等于180，然后他要我找这个的值。那这一个分母乘 x，分子也乘 x，乘 y，所以它会变成 y 加 xy 加 x 加 xy 除 xy，所以在这一边它会变成 2xy 加 x 加 y 整个除 xy。啊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开脑洞的时候了，就会变成了 2xy 除 xy 加 x 加 y 除 xy。题目告诉我 xy 除 x 加 y 会是等于180，我乘 8xy 等于 x 加 y，所以我的8呢会是等于 x 加 y 除 xy。所以这一边这一个变成这样，所以我的 x 加 y 和 xy 会是等于八，所以它是二加八等于十，所以答案是 A。所以你在这一边通过他给的这一个变成这一个，
然后你的这个跟这个越近，所以它答案是 A。第11题是 A，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题就是分式的加减法的选择题就做完了。OK，作答题我另外一个影片再来录过。